色的日落吞没在冰线，夜色慢慢展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，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。对，又是刘教练不在的一不在的一天。右脚，哎，我们现在呢，先把上肢激活一下，先暖身一下。好了，手刀右边，手刀左边。欢迎刚进直播间的小可爱们，男孩女孩们，我们现在是热身环节。如果你刚进直播间的话，赶紧关注起来，跟我们一起热身动起来哦。对，如果呢，你现在在躺着看、坐着看、站着看、走着看，你也可以帮我们按按赞。加油，抹布，单手画圈，右边擦玻璃，左边擦玻璃。刚进直播间的男孩女孩们，赶紧跟我们一起动起来，也可以帮我们把直播间分享出去哦，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当中。对，现在是热身环节，我们现在在暖身我们的上肢。好，我们下一个动作准备要来。这个胜利下，右手往上，耶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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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，手，耶，耶，嘿，我们暖身才刚刚开始，如果你刚进入直播间的话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动起来哦。交叉，全身动起来，上面雕塑你的身形，你全身一起暖起来。中间，上面，中间，上面，下，中，上，再次下，中，上，再次下，中，上，再次哦，下，中，上。好，我们动下脚，左右踏步，简单的动作，跟我们一起暖身。最后一个动作，胜利，嘿，嘿，嘿，双手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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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单手，嘿，嘿，双手，嘿，嘿，嘿，再一次哟，嘿，嘿，单手，嘿，嘿，双手，嘿，嘿，嘿，单手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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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双手。嘿，嘿，嘿，哇！公主请跳操，耶！改善圆肩驼背，抬头挺胸，准备开始。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，哇，记得哦，要把你的手肘往后顶，不要往前哦，只要往后，因为我们现在要做夹背的动作，手臂夹紧，手背圈了，调整呼吸，吸气往上，呼气打开，非常好，上推下拉，上推下拉，记得手臂要贴耳朵，来一次哦，刚进直播间的男孩女孩可以为我们点一个关注，也可以为我们点赞，帮我们把直播间
要同手同脚，要把你的身体整个完全拉开。我们从头再来一次，记得我们要把胸挺出来，把我们的手肘往后，在拉着拉伸的同时呢，腋下要夹紧，不要这样打开哦。让，我转过来给你看，抬头要这样哦，要这样，这样才能打到背，有看到吗？不是这样哦，是这样，来往上拉。上推下拉，抬头挺胸，加油，你可以的，女孩们、男孩们一起跳起来，教练不在家，还是一样要努力跳。展开好了，手肘要抬高哦，记得一下要夹紧，
掉了吗？因为开合跳很累。哇哈！女神操，屈膝屁股往后蹲哦，左右摆宽。哎，对，注意膝盖要微屈一点哦。动作很简单，调整你的呼吸，雕塑你的假胯宽和小蛮腰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加上手臂喽，准备开始，三、二、一，加上手臂，开始哦，走起来。六七走，非常好，赶紧跟我们一起动起来哦，调整你的呼吸，非常棒，准备三头，非常好，加油，再来一次，准备下上下下上上下上上下下上上，我是敬业教上了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，最后一个二头，非常好，调整你的呼吸，准备三头，调整你的呼吸，加油加油，准备下上哦，准备下，准备下下上上，休息一下，左右摆宽，还好吗？薇薇姐，他们说后面的滑水没有滑水，没有，我们已经走了。谁说的滑水？大家要再次监督，要帮我监督哦。我们超认真的，调整你的呼吸，大家要帮忙一起监督哦，好不好？准备二头。五六七走，二头甩起来，调整呼吸，三头，非常好，准备下上下下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下上上上上，耶、yeah! oh! ！对，停止我们的训练。好，来到直播间的你们，很棒，我们一起努力加油 ，yes！ 开始了，前画圈，后画圈。画圈，加油！左右画圈，中间抬平，双手绕圈圈。下敲敲，上敲敲，上敲敲，下敲敲，上敲敲。左边排，右出排。往后坐哦，再一次蛙泳，蹲下来，别试，屁股往后坐，跑跑跑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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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前走，伸展跳，嘿 ，yes， 从头再来一遍哦，大家一起前画圈后画圈。
次前画圈，后画圈，前画圈，后画圈，前画圈，后画圈。两边排圈，双手绕圈圈。下敲下敲敲，上敲敲。来一遍。左出牌，右出牌。来个蛙泳吧，游泳，屁股向后，蹲，蝶式哦，再蛙式，动作要做对，就很累，我很累。跑跑跑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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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期走，伸展跳。继续加油，不要滑水哦，加油加油哦，监督你哦。来伸展跳，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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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，伸展跳，嗨！耶！你先不要激烈的跳，我们慢慢的跳起来。大力水手，再来一次。转动你的掰掰袖，让你的掰掰袖不在你的身上。往前跨步，扩胸扩胸，滑水，这一次手拉钩。滑水，大力水手，再一次。如果你的手臂会晃动的，就可以做这个动作。对，让你的手臂紧实。五六，往上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。五六七八，就这么啦。往前跨步，扩胸，扩胸。手拉弓，划水，划水。再来一次，加油！再一次。掰掰手，甩动你的手臂，让我们的手臂大力水手紧实起来。手臂有变成酸酸的吗？酸酸的是正常的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从头来练，大力水手，转右手，转左手，大力水手，再一次，手臂很酸，正常的，坚持一下，手臂马上就紧实了，耶！来吧，来左右踏步，调整呼吸，很简单的一个操，跟着我们一起手刀起来，手刀右边，手刀左边。双手拍脚，
单手胜利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双手双手，嘿嘿嘿嘿嘿，不要麻烦了，不要麻烦了，手画圈，记得如果是刚新进来的，两秒点赞，按关注，欢迎你一起跟我们来运动哦。双手，准备踢腿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轻松欢快的牛仔很忙，一起跳起来，手到侧边，手到右边，手到左边，双手拍脚，单手胜利，单手胜利，嘿嘿嘿嘿嘿，双手双手，嘿嘿嘿嘿，不要麻烦喽，不要麻烦了。右手左边，一起跳起来，再一次。双手踢腿，准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不要麻烦了哦，不要麻烦了。右边，哎，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双手，左边，酷似，耶！哇！告诉你，好，耶、yeah ！所以又是我来，宝贝，来，我们往前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往上手，再一次，准备，小青蛙。对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，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、堕落？加油！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指着梦想前进，我们是不是该再一次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勇敢指着梦想前进，准备开合开合蹲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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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扁带，走走，往前 走，散散步一下，调整一下呼吸。再来，准备，手往上，伸手，哎，伸懒腰。大家哎，轻松的走一走，待会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变成小青蛙。好，小青蛙，哈，哇，小青蛙，呱呱呱，小青蛙。呱呱呱！舒哥，指着梦想前进。再一次。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。开合开合蹲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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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扁担。哇！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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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开合开合蹲跳，开蹲跳，开合
青蛙喽。小青蛙呱呱呱，小青蛙呱呱呱。来，哇，这个好动作很简单，好重啊，转转，对对，转，然后踮脚，对，踮脚，然后左右滑步，对对，来，准备开始，右，左，屁股要往后蹲哦，往下，对，很好，上半身挺直起来，加油加油，哦，准备，抬腿垫脚跟。太痛了吧！谁说我们在摸鱼？这个是加练了，左右点地。哇塞！加油加油！这个太劲爆了，够力耶！一个都跑不掉，跟你们说。啊、没有弹力带就跟着跳就可以了，宝贝们。往后。蹲。啊！再来，换边，侧边，二、三、四，再一次蹲，二、三、四，侧边，六、七、八，再来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踮脚。其实这个是给大家加难的。我不管，我教这个。啊，好酸呐！三、四、五，我根本就蹲。大嫂的脸已经开始变形了。对，谁教的？加油！弹力带用起来了，就要把它用到最大限度。侧边。都不能停。魔鬼亲亲，有人说魔鬼亲亲。蹲，二、三、五、六、七。他们说让我休息一下，我说不行，不能换动作。换边，再来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再来。六、七、八，再来一次。啊，调整呼吸。五、啊，怎么那么长啊？这首歌。调整一下呼吸就好。我这。这弹力带太给力了，这个弹力带是多重的、哦、调整呼吸，来跟你们说，可以好好来吧来吧，好，那我们就来跳个本草纲目吧，好，跳完之后再来练腿，好，小孩起来哦，这个稳定住，抬不起来了，有点。一、二、啊，换一只脚，一、二、啊，加速吧，董薇薇姐，抬腿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七八，腿抬高，高过九十度，加油！准备侧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后面，二、三、四、
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再一次啊，彤彤，脚抬起来，放下去，加油，跳，上跳，下跳，不要往前，不要往后，哎、上半身立起来，一二三。四五六七八，腿抬高，高过九十度，跳天肥油咔咔掉，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，肥油咔咔掉，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，右面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加油，前面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场面，记得膝盖找胸，不是胸找膝盖啊，是胸挺好，膝盖找胸，调整一下呼吸，休息一下，要休息吗？不可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腿抬高，记得膝盖找胸，侧边抬腿，咔咔掉，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，腰间的肥肉咔咔掉，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来，薇姐，抬腿，往后换腿，再继续练腿的，好，不是说了休息一下吗？抬起来，放下去，抬起来，放下去，好，抬起来，放下去，另外一只腿，抬起来，放下去，抬起来，放下去，记得膝盖不要往前。你的后腿要往后。啊，哎。准备转圈圈，转圈圈，转到是谁就是谁。看谁，耶！跑慢一点，跑慢一点。你来准备刺拳，哈哈哈哈，加油，还没暴汗的男孩女孩赶紧跳起来，勾拳，哈哈，上勾拳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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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下勾拳，哈哈，加速，再来一次，哈哈哈哈，加速，再一次，哈哈哈，加油加油，哈哈哈哈，耶，准备，核心手抬高哦，抬膝盖，准备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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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哈哈哈，换边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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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，如果生活给了你一巴掌，接下来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组合拳，组合拳，对，组合拳，加油，准备开始，哈哈。哈哈哈，加快速度，哈哈哈哈，加油，哈哈，上勾拳，加快速度，再一次，哈哈，耶，好。Thank you.
对，准备动作很简单，蹲很简单，蹲的时候呢，注意你的屁股不要这样撅着，上半身不要扶着，要把上半身立起来，准备，蹲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再来，二三四侧边六七八，摸脚尖，摸脚尖。对，很好，加油，继续，腿打开，上半身要挺起来哦，侧边往后，三四换边，五六七八，再来，小宝右边，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右边左边，右边左边，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右边左边，右边左边，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准备蹲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侧边五、六。七八，再来，二三四，左边五六，上半身挺起来，八，摸脚尖，摸脚尖，加油，记得眼睛往前看，胸要挺起来，侧后二，压你的屁股，四，再来六七八，换边，压屁股，屁股下蹲的是对的，小跑，好跑，准备侧边蹲，点地哦，右边左边，右边左边，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右边左边，右边左边，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继续，右边左边。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原地踏步，调整一下呼吸。哎呀，我们放松一下髋部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对，需要放松。五六七走，右左右左踏步，调整呼吸，准备再来一次。右边左边，右边左边，踏步还没有结束哦，再一次。右左右左踏步，鼻吸嘴呼，再一次，非常好，踏步没有结束，准备双脚打开，蹲，一二三四，侧边五六七八，来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摸脚，加油，非常好，蹲，加油，换边，二三四，再来，蹲，六七八，跑，小跑，准备滑步，侧边，右边，左边。右边左边，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右边左边，右边左边，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耶耶。死了，男孩女孩们扭起来，会吧？还记得了，还记得哈、哦？薇薇姐前面部分是给大家加练了。哦，扭一扭，扭，扭一扭，再一次，
胸。小蛮腰，神，胸，挺胸。坐，蹲起，侧边。
七，五六七八，下面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蹲下来打。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。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。三二三四，五六七八。四二三四，五六七八。蹲起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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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画圈，哈，哈，侧边，哈，哈，哈，后面，哈。哦，不要休息，第一个，哈，哈，手画圈，哈，哈，侧边，哈，后面，哈，再来，好，没有了，啊，来吧，最后 pose。结束。翻转向上，
for a while now.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a child now. 好，呼气。好，我们还要一遍哦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教练和帕梅拉在一起合拍视频？是不是很酷？一个中国风的视频，这么早替大家就跟大家拜年了。好，呼气下落。好，大家可以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，大家可以去教练的主页看一下，两个最厉害的教练合体了。好，然后我拉伸一下我们的背部，好吧？然后掌，右掌撑向你的左侧倾斜，看到了，我们会拉的大概20分钟左右吧，好吧？鼻吸口呼。我是新来的主播依依，大家晚上好。我后面呢是我们的新人主播依依，平时呢，大家可以在飞优咔咔调看到他。是的。对。注意鼻吸口呼，吸气吐气。张峰好帅。那你有看到张峰和这个帕梅拉老师在一起拍视频吗？那个视频特别帅。那个视频真的可能比教练还帅。好，不说了。我看教练有评论哦。好，七 ，OK， 来了，我们再来一次八段锦的这个两手攀竹固胜腰。好，跟着我一起，然后起手，两掌相对，吸气下落。哎，我有带帕梅拉练八段锦哦，大家已经也可以跟着我一起练八段锦哦，好吧？现在就带大家一起打八段锦的双手攀竹固胜腰，跟着我一起拉伸你的筋，要起吸气，腿伸直，手臂伸直，把你的身体拉长，一二起。八段锦是一个非常棒的有氧运动，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练习一下，这个动作可以对你的腰有很好的帮助，也可以拉伸到你的膀胱经。会不会感觉后腿胀胀的？有，对不对？感觉你的筋有被拉长，对不对？对的。缓缓的跟着我一起拉开你的筋，鼻吸，口呼。好，再来一次，呼气下落。反转手掌，胸背打开，好，魔韵从你的背部到你的臀部，再到你的大腿，是不是？哦，对，就感觉这种胀胀麻麻的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坚持住，拉伸一下。古人有人说，就是说，筋长一寸，对不对？多活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大家一定不仅要锻炼肌肉，也要把自己的经络也要拉伸起来，好吧？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最后一次，吸气。如果腰痛的朋友，大家根据自己的幅度来做这个调整，好吧？如果柔韧性不够的朋友也没关系，你比如说到小腿这个做不了了，没关系，手就从这里穿起，吸气，起身。好，上肢的拉伸我们完成了，然后我们准备练习一下我们的下半身，今天练腿了，对不对？那好好带大家拉一下腿，来，把你的腿打开，然后像我这样铺个瑜伽垫。如果你觉得你家没有瑜伽垫的话，哎，我们今天直播间好像正好有，你可以拍一个，好吧？如果你真没有瑜伽垫，可以垫个小枕头，好吧？然后就这样，先保持这个姿势，然后静态的，然后把我们的大腿肌肉拉伸一下，以及包括我们的后腿的胯部的肌肉也拉伸一下，好吗？鼻吸口呼。我是新来的主播，我叫依依，大家晚上好。对，大家可以关注飞友咔咔调哦。明天就这个账号呢，平时 VV 姐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物，一些吃的用的都会在这里分享。然后依依呢也是我们新来的主播，然后未来也会在这个账号经常会对，基本上每天会跟大家见面的。谢谢。好，换另一条腿，跟着我们一起拉伸。对，
很好，静态的拉伸一下。如果你出汗了，哦，我打了一会儿，我出汗了，出汗擦汗，好不好？拉伸一下大腿前侧的肌肉。哇哦！大家说很喜欢你的外套哎，你的外套是 Vivicycle 的对吗 ？Vivicycle 的对的。总觉得张峰和王鹤棣很像，哎呦，好像是有一点点啊。好，我们换下一个动作，对，拉伸一下我们大腿后侧的肌肉 ，OK。然后，如果你柔韧性好的话，可以抓住你的脚，好不好？身体再往前俯一点，然后感受你的这个后侧韧带被拉伸，哇！非常爽，加油！有人说你更帅啊，都是猴系帅哥。大家有没有看过超新星全运会？我们在同台，在一起录过综艺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超新星全运会的张峰，那是真的超级帅，好吧？鼻息可呼。对，各有各的帅嘛。好，换另一边。对，我身上的这个外套也是 Vivicycle 的。换另一只脚，脚尖勾起，然后手去找你的脚，然后身体向前俯身，然后拉伸你的后侧韧带，加油，跟上我们哦。哦，爽。依依是平时很少拉韧带，我觉得你算是女生里面比较硬的，女生偏硬的。你看我的韧带，我应该做不到你那样，我以前这是我的极限了。我以前是练武术的，所以说我的韧带还好一点。韧带一定要天天要拉，其实很重要。人们都说，筋长一寸多活，嗯，你懂得。OK， 好起，来。把脚回正，然后两脚并拢，拉伸一下我们这个腰背的腰和臀这个连接处，这个地方平时你久坐啊，或者你练臀腿的时候，你会都会练都会带到这里，所以会很酸胀。平时你觉得腰痛，其实和这边也很有关系，好吧？好，就这样静静的拉伸就可以。有没有感受到那个？这边臀部和腰这边有被拉伸到，有。对，注意呼吸啊，鼻吸口呼。张峰能带我们打八段锦吗？我有带啊，你可以关注我个人账号，我就会在每周一、每周四的中午12点带大家八段锦，大家可以关注我个人的账号，张峰不是张三峰，好吗？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肥油咖啡调的直播间哦。对，我们每次教练跳完操之后都会在这边给大家进行拉伸。是的，明天 Vivi 姐呢上午的10点也会给大家进行专场直播，蛋白棒有新口味哦。对，什么张峰和帕梅拉一起合影，感觉帕梅拉好小一只，她真的好小一只。她真的还是比较小，身材比例比例很好，好吧？想要新的大白帽，明天早上10点、哦。我们继续，然后大腿前侧的肌肉拉伸一下，哦、好不好？我以为结束了。对，还没有结束，还没有结束。大腿前侧的肌肉拉伸一下，如果你没有感觉哈，你可以把胯稍微往前挺一下，这样的感受会更强烈一些哦，好不好？但是也要注意。稳定性，如果你不够稳的话，可以扶个板凳。哟，依依挺稳的，真的，看你的平衡感还不错。我可能等一下换左腿就不太行。哎呦。好，我们换另一边。哟，换另一边，一样啊，左右腿我都来一次，把你的胯往前顶。对，拉伸一下我们大腿这个肌肉。前侧有没有感受到被拉伸到？有的，有是不是、啊？嗯。哦，汗流浃背。有，好，我们再来最后一个动作，拉伸一下我们的臀部。这个动作就是
膝盖微屈，然后你的脚放在你的膝盖上，然后往下坐，就有点像盘腿坐，手按在你这个，按在你的膝盖上，拉伸一下我们的臀部的这个肌肉，这里很舒服，压一下。有哦 ，B420在一号链接。对，价格都是开好的。拉伸一下哦，这个动作非常棒。如果你是久坐腰痛的朋友，通常这里都会很紧。小小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那祝你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，小小。也祝愿你每天都开心，也要持续跟我一更练哦，好不好？有，好，换另一只脚。小小生日快乐。啊、好多人。哇。对。对，是的，我的筋真的很硬。一一的筋确实有点硬啊。好，要常练习哦。好，我们换另一只脚，好不好？哟，评论区好热闹，大家都在祝福他，大家都好温暖哦。对，哎呀 X 也是今天 X 生日快乐，祝大家越来越美丽暴富，对，身体健康，每天开心，好不好？生日快乐，也祝同一天的朋友们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所有的天蝎座们生日月快乐。哦，生日月，我爸爸是天蝎座的。哦，对，你是什么星座？11月20，然后我的生日是8月份，我是狮子座的。哎呦，要倒了。好 ，OK， 起，有，今天我们的拉伸结束喽 ，OK。